前段时间因为水温气温度比较低，那么鱼这个还是处在这个半这个休这个休眠状态，所以说鱼的活动这个还是非常这个缓慢，就是说你驱赶的太快，那鱼就赶不动，所以说这个每天不断的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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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说把它这个范围慢慢的缩小，然后在这个达到这么一个捕捞的这个效果，所以说今天这个鱼啊这个量还是比较可以的。按照我们渔民来说，那这个新春的第一网鱼这个非常的重要，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就考一个好的这个彩头，捕捞这么一个量的鱼意味着这个2022年今年这个也是肯定一个丰收年。